我要这边 跟大家分享，因为我知道有时候天气热的时候，你很想要擦一些会凉凉的保养品。这是最新的，里面呢有维他命 C， 还有薄荷，所以它可以美白，还有镇定清凉肌肤。同时呢，还有这个胶原蛋白，还有我们的玻尿酸，让你的肌肤可以怎么达到一个最好的保湿，而且它使用起来呢，就是特别特别的什么清爽，对，因为它是五合一的嘛，它有什么精华的功能，它有面膜的功能，它有收紧毛孔的功能，它可以让你的肌肤呢呈现这个非常水透的效果，所以你有时候你没有时间敷脸的时候，你擦它擦厚一点，就像在敷面膜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生活步调都比较快速一点，保养品如果可以呢一瓶多效，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，尤其呢你觉得哇，你一次想要达到什么乳液的效果、精华液的效果、面膜的效果，去哪里找啊？就是这一个了。所以尤其像天气比较热的时候，它又会有冰冰凉凉的感觉，是没错，可以降温，然后呢让你的毛孔缩小，这是一件呢在化妆之前防止脱妆的一个很好的秘密武器。